看到这个场景，你就认为它是肥蟹，恭喜你，你又上当了。这就是这只螃蟹活着的时候的样子，咱们给它转个个，抠开肚脐看看肚脐里边是什么样子的。抠肚脐的时候摁着夹子，要不它会夹你。你看这只螃蟹嘴的下方、尾巴根部全部都是黑色的。蒸的时候，为了和别的螃蟹区别开，咱们用绳子把它捆上，捆成这样就可以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蒸熟了之后，你看它从身体里面冒出来的这些东西，它是绿色的。去掉绳子，咱们来看看这只螃蟹的庐山真面目。你从外表上看，看不出任何的异常。这一幕就是这个视频的开头部分，你还记得吧？打开之后，你看看这里边，这能行吗？除了橘红色的蟹黄，其余的黄都是白绿白绿的。这种品质的就是垃圾蟹，你明白了吗？